地方宗教不流行，甚至很多众生就是各位在非洲没有水喝，没有钱啊，太多太多了，所以我们要修很大福报，承担。你要说没钱的都来找我，对不对？痛苦的都来找我，所以我们现在至少有幽冥医院，有药师医院，有动物医院啊，有胎儿，流产胎儿。所以我发觉有时候有些人都说：“师傅，你们道场里面写那么多牌位，我看你那都要乱乱死，我不让他敲多。”啊，那我说有啊，我们很多法师在那边早晚课啊，但是早晚课真的要升起悲心呐啊，然后了解他的苦，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，但至少可以感受到他的苦。老实说，你愿意打开你的身或心去感受他的苦，他一定让你感受啊，这样你要不要感受？啊，然后你会更精进。妻者，有情无妻托者，唯作色宅，没有地方躲，没有地方住。所以，我现在要发起，各位要不要帮忙照顾？比如说一个好了，现在很多人听我们说不要堕胎，但是他到底要到哪里去偷生呢、啊？对不对？然后又不能让他家里知道啊。然后请问这个工作有没有人帮忙？对不对？我们提供地方，然后或许你刚好家里有空房间，让这位小姐终于把小孩子生下来，对不对？然后生下来以后，她要照顾，她照顾，她不照顾，我就送给各位。啊，你干嘛？哦，卖钱我那两阿弥陀佛。啊，所以，但是各位还是要啊，我们下回会用各种方法把这些讯息，既然佛经这么说，堕胎的也好。老人没地方照顾的也好，然后他生病不知道，至少我们帮他介绍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帮他找这些社福摊位，找这些，总会有人做这件事情。所以我刚刚也跟暂时法师，我们很多法师就希望我们各中心要找出各方面的服务的管道资讯，然后我们做一个中间服务者。哪一天我们可以承担自己承担，不能承担我们做个中间服务者，那至少。让这些需要被帮助的人替他介绍，就像我一生病啊，人家就跟我介绍很多医生，很多医生，很多医生，中医、西医，人家很有慈悲的啊，因为对法师嘛。但是我们被这样对待，那我们也要用这种方法去对待别人。所以，无通大说的，领导帮经无，有啊无？有法师那边大，我可以大，你莫给他传老人来大，对不对？那因为他没地方住啊，你就是想办法啊。是各位承担是最大的功德了，很痛苦的了，啊，还要照顾他到死也不一定啊。所以，但是你不要要求其他，他听课哎，他听课哎，打坐念经我很会啊，啊，叫我去照顾一个老人，就像会花瓶。你放心好了，这些老人来给你照顾，都是佛菩萨的显现，他让你修大福报大功德。了解吗？让你能够有早点开悟的方法，只要你敢承担。所以八者有情无归头者，唯作归头。他不知道要做什么啊！他被老公抛弃了，他被儿女抛弃了，所以他人生茫茫。所以你帮他找一个地方，让他白天可以去，对不对？然后就像我们去关心那些独居老人啊、流浪人啊，所以至少。慢慢，虽然我们不能承担所有，让他皈依三宝也好啊，然后知道佛教的道理。久者，有情无安止者，唯作咒诅。所以他不知道，他赚了那么多钱，不知道干嘛啊。所以，但是你要给他一个方向啊，一个可以安顿的地方。实者，有情无去向者，唯作去向。怎么努力读书、结婚、赚钱，很努力，到底我目的在哪里啊？所以各位要。叫他们来，深信因果，发菩提心，信愿往生极乐世界啊，成佛度众生。所以每次他我碰到那些无钱的，你跟他讲啊，说我这艰苦，我善家无钱。我讲我嘛是无钱的，出家人哦，就是不爱这暗家的修行啊。不，你干脆来出家好，我斗珠宝嘛好，对不对？我就斗狗嘛好，斗点丁嘛好，对不对？那这个社会上，当然要讲一点规矩吧。那至少他哪里做得到，但是你给他方向，给他方向去向，就是要解脱。乃至你要升天，
乃至你要成佛，就给他讲得很清楚。所以各位，中经典重不重要？太重要，不看真的是他快出本地，盲收瞎念不行。菩萨如何能为众生之大药医王？什么叫大药医王？从树叶到树根都可以救人，都可以救人。来譬喻，你要做一个菩萨，那你什么功德都要具足，就这个意思了。做个菩萨要做众生的大药师啊，不管是根啊、茎啊、枝啊、叶啊、花啊、果啊，包括看到它，包括闻到味道啊，所以去吃到它，包括动的时候，有情众生都可以得到这个受用，然后医他的百病啊。倒过来，所以菩萨也应该像众生的大药师啊。那这个要各位要去思维，为什么他们叫受用菩萨波罗蜜多？所谓波罗蜜多，是以大悲心、菩提心、广修布施，然后无所求，又把所有的善根供养回向给众生。所以菩萨所做的波罗蜜多，都是要让众生受用啊。我们积的功德都要给对方了。就像这个大药说，你要挖我的根吗？还是要挖我的茎呢？啊，还是要吃我的叶子呢？都可以，哪怕是你闻我的味道，你都得到这个。所以菩萨，你从发广大心、菩提心，到最后要成佛，所有所做的所有善根，包括用菩提心去点灯供水、布施、上供、造佛像，都是要把这个供养，就是受用，你可以拿去用啊，没有代价的，所以叫受用菩萨布施波罗蜜多。但是如果你没有真实去实践波罗蜜多，你怎么把这个受用给众生呢？啊？所以你一定要修很大的福报，那众生可以得到我布施波罗蜜的所有功德，看到你就发财啊，对不对？看到你就消业障，个心体叫持戒波罗蜜多，看到你就不会生气，脾气不好了，看到你生气，因为你把你的忍辱波罗蜜多的善根功德，都是为了供养给对方。所以就像一个女人擦香水啊。他就是希望对方闻到我的香味，就像一个女众穿着漂亮的衣服啊，希望都会看到我这个漂亮的衣服；就像一个女人眼睛好美啊，我们想看到她的眼睛，就像看到佛的眼睛。所以菩萨要广修波罗蜜，以此善根，那供养所有众生。七者见菩萨身，受用其色，哇，怎么这么庄严？相好庄严。啊，闻菩萨名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哇，救苦救难；南无阿弥陀佛，受用其声音的功德，佛号的功德。所以常于菩萨清净功德法位，菩萨所做的，那你只要菩萨拿个水给你喝也好啊，跟你讲法也好，你都吃到了清净法位，乃至看到菩萨就想要去，就像你看那个树想要去摸，想要去接触它，所以。那菩萨，你所做的一切都要让众生恭敬你、供养你，而得到你的功德。所以各位这样来理解经典，然后怎么去实践？所以作者的菩萨就像个隐歌星一样，就像个公众人物一样，而且广修功德，让众生受用你所有的功德，从一开始到最后，最后是圆满了。今天你念一个初发心菩萨，可能得十分功德的法喜，但是你念到佛。那当然得100分了，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们在这个世间要先给对方，所以希望各位给假寿司都去找那个生意不好的那几间吃吧，吃到他发起来，因为你不断的在放生啊，你不断的布施啊，回行李后给啊，回入主后家，看见啦？你知道那边不好吃，你不要给他脸，你就供养最好吃、最好的法味的给诸佛菩萨去打斋供生，然后你去那边店里面给他吃，以我这种上供下施供生的。功德融入他，你主宰以后加倍，这个就是菩萨受用，而不是你用嘴巴跟他说。嘴巴跟他说，不见得他会接受，但他自然会有这个因缘改变，因为你把这个给他。对方不读经典，我好好的读经典，以这个种智慧波罗蜜的受用给对方，给对方啊。但是你首先要得到这个布施波罗蜜的功德、忍辱波罗蜜的功德，才可以给对方。第十七，那菩萨。更重要，勤修福行，各位要努力的修福报，努力的修福报，在任何一个时间，因为这个福报是为了众生，所以怎么修？菩萨若修十种法，而能勤修福行，啊，常修诸善，所以愿修一切善，无一善不修，才能够饶益有情。
菩萨绝对不能伤害众生，叫愿断一切恶，无一恶不断，还要利益众生，愿修一切善事，无一善不修，所有功德要供养众生，所以愿度一切众生，无一众生不度，那你来符合菩萨。第一个，随力供养三宝，随缘随力，任何时间都要供养三宝。啊，一合掌，观修香花灯土果茶食宝珠衣，今天所修功德上供三宝。不但上供三宝，经过土地公庙，像我没有开车，至少我在车上负责合掌。啊，每一个土地公庙，每一个庙我都供养。高速公路转过，我就下师，上供下师。所以回向当地人，乃至回向。我的车子也是别人买的，菩萨帮我开车，我就一直一直啊，所以随力供养也随喜来回向，经过高速公路。但是各位，这是基本的，每天都要供养佛法僧三宝。所以历代祖师的名字念一念，有时间啊，有时间你认识的佛都观修一次。所以我的情况。我很喜欢在不一样的地方放不一样的佛像，让别人跟每不一样的佛修功德。好，下回路88佛都画出来，35佛画出来，所以各种的佛像。然后既然我们在放生，所以宝髻如来要让别人认识，对不对？随喜宝髻如来的各种功德。二者，病苦有情，为师妙药。这一点在新加坡、马来西亚都有师药所，做得很好很好。那我们现在至少做药供，对不对？各位可以配配中药。刚刚有个中医生拿给我一包药，做得很好。我想要找他，嘿，偌济钱呀？味道不错啊，但是里面有药草，但是因为贵也没关系啊，但是至少有用啊，啊，有用。所以病苦有情，有形无形的，我们为师妙药。那当然，在有形的药，我们也要布施。无形的要更要布施，这样你才有福报啊！你没有福报，不可能成佛了，不可能承办任何事情。三者，饥渴有情，为师饮食，这一点我们做得很透彻了啊！是甘露啊，烟供啊，药供啊，不是慈悲便当啊，经常送人家东西，供养僧伽啊，大家都尽量做啊。四者，诸有情类若有寒热所逼恼者，施其护护，太冷太热。现在冬天到了，大家多布施衣服啊。夏天到了，然后我们去布施电扇冷气啊。从出家人到在家人，而且现在是国际社会啊，你要做的功德太多了啊。诸有情就是没有一个例外，没有包括动物也好，所以能够照顾了，尽量让它不要大冷大热。所以我们在印度以前就买毛毯，一直布施。到了冬天，他们根本没有毛毯，他们只有几块布。所以能够布施毛毯。五者，常当尊重恭敬鬼犯之师，其亲教师。当然我们对这些修行者，他做模范给我们看，而且他知道我们怎么做，这我们都应该尊重恭敬供养，不分在家出家。就像各位我讲一下，有没有人要学法器啊？我不你拿去吧，你都不拿去。学法器，敲木鱼，我们来比赛看谁唱的最好，对不对？那以后大家去助念，哇，不得了了！十个人拿木鱼敲出来同一个声音，都没叽叽嘎嘎啊！因为这个也是个禅定哎，禅定不能快，也不能慢呢，也不能大声，也不能，你要随顺呢啊！这是一个很大的福报。但是各位，这些仪轨怎么做啊？怎么唱念啊？怎么走路啊？啊，怎么拜佛啊？在行为威仪，在法上面。所以我希望各位，如果你是老师啊，你是知识分子，麻烦你呢多读一些经典啊，了解一些经论。那以后开课，我认为出家在家，只要你正知正见发心，那你跟大家解释解释啊，因为弥补各方面，因为教育才是根本之道，教育啊。所以我们从今年开始会在网络跟电视上播了几位在佛学院上课，我也去听过，来这看网，别人还特别推荐给各位啊。那各位呢，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次第。那佛教八宗你要去了解，三乘的教法你要去了解啊，因为他讲的是个纲要。那些佛法概要，各位还是要整体看一次。如果你不看一次，你就不知道为什么要念佛啊，为什么要持咒。所以六者。
建诸同犯行人因起陈营合掌恭敬礼拜问讯，同样在修行的人，同样在修行的人，我们看到对方啊，随喜你功德尊敬，那对方会更认真了 啊。所以各位来合掌，给你隔壁人问讯，阿弥陀佛，等于就连起来啊，那互相赞叹学习，就像我们出家人不是说一定给出家人。在家对在家，大家随喜哇！来参加八关斋戒，大家来一起来修福报，随喜随喜。阿弥陀佛，我觉得我去慈济，人家这一点做得最好啊！感恩感恩，我们要走楼上，我们外面排了那么多人，那钱还不得不好意思拿出来，那钱供养多一点，对不对？这么努力，因为这一点人就是台湾人的好处是，对方的对立后，让那底下几条龙退出来啊，那样。啊，那当然也不是为了这个，我是说至少在外表上尊敬，由内而外呢更好了。七者修自园林精舍，像我们这边是园林，这里面叫精舍啊，可以在园林打坐啊，绕一绕啊，所以希望麻豆福生园区都会把它弄得很庄严，好不好啊？没有动物的坏味道，就表法而已啦，表法这边不是会养很多表法。那这个表法目的呢，是要让别人升起悲心，然后呢，最主要是对三宝进一步由外三宝，然后修到真正的内在的三宝，叫见修行，有佛法的知见啊，实修跟实践。八者于时时中出租库场财宝等物而行己施，所以各位只要是个世间需要，赶快拿来布施布施啊。所以这个世间需要什么，我们把藏在仓库的这个，你付出越多进来越多，相不相信？懂得因果，帮助别人才是保护自己最好的方法。所以不要牵令，不要一直把好的都放着啊，然后不拿出去。九者于诸奴婢及佣作人平等养育而为护持。那我们台湾有很多是菲律宾的、印尼的、越南来帮助我们啊，甚至各位家里开公司也有家里的工人，那我们要尽量的照顾对方，平等，就像对待你的亲人儿女一样，养育对方，护持对方啊。在印尼也很好，既然有一个来帮助，全家通通来，通通养啊，然后全家帮忙，这也是很好的方法。十者于时时中常行供养持戒沙门及婆罗门。这个婆罗门虽然他不是佛教徒啊，但是人家在修行哎，啊，所以各位你看到神父啊、牧师啊、道士啊，如果他真的在修行，我们依然供养，啊，也有世间的福报，所以啊，时时刻刻让他们专心修行。菩萨若修如是十种法则，即能就能够成就勤修福行。那我想各位这十条你听过了，所以你每一条都要去做，做一个实践者。菩萨如何迅速成就佛果？既然发广大心，实践了各种菩萨心，目的呢就是要越快成佛越好，对不对？才能够真实利益众生。你成佛以后有什么好处？你可以百千亿化身到各个法界度众生，但是你的净土永远在那边，你的法身报身在净土啊，但是你的视线百千万亿随顺众生去度众生。各位来问道行行好不好？阿弥陀佛呀啦！各位破病嘛，来问道的病医行行，药师佛净土了，对不对？各位要生囝，各位恩道啊，各位睡啊，来妙喜净土了。我若看去做人，我真的爱睡，我袂叫去极乐世界，绝对白去的。我跟他说，那边长得很漂亮，不得了啊，桃李天花，金色莲花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就嘣就去了，啊，快速的不得了。所以那当然你要有个净土，所以成佛以后有净土，但是我们现在没成佛，诸佛菩萨的净土时时刻刻都愿意接引所有众生。所以菩萨若修十种法则，即能速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果。各位要不要最快的方法成佛？要不要？不要了，出去度众生啊。各位要赶快赶快赶快，以后位置要登记好不好？我要坐上面，坐上面不是爱给人家拜，拜我功德给你，就这意思吧，拜我功德给你。
所以各位以后做功德主，以后这相片都贴你了，黑东西啊，黑东西啊，那功德啊，然后呢，他功德很大，他功德很大，让大家学习。为什么？看你的相片得你的功德受用了，你功德要布施给他，见机解脱，对不对？念你的名字也得你的名字的声音的受用哎。所以一者能善具足及善积极布施之行，具足布施波罗蜜。而且真实的在大布施，从头到尾在布施，啊，所以各位啊，做各种的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畏施，今天都歇了，啊，布施37法，那你要知道啊，布施什么？布施什么？不但具足布施波罗蜜，而且真的去累积各种大布施。事实上，成佛就是为了布施。二者善具足戒，三皈依戒、无戒、八关斋戒、十善戒、菩萨戒。各位最后要守到三昧业界啊，三昧业界是最高了。你去日本了，那些日本法师他也不会，我守三昧业界的，所以我结婚、吃肉、生小孩，但是他目的呢，广度众生，我们也不知道，但是至少他心里有认为这个三昧业界最高的，在配合时代，如果日本没有这样做，日本佛教就消灭了，对不对？在日本的这种情况，那个时候青鸾结婚呢。对不对？那是这样把这个佛教净土宗留得非常好。韩国圆晓大师，圆晓大师后来也还俗，但是还俗以后，韩国佛教才会深入民间哎。但是我们也不要去看不起人家，在不丹也不丹的佛教的修行的方法，每一个地区适合每一个地区的方法。所以这三昧业界是你自己的寺院，只有你自己知道吧？啊，你要破了三昧业界，直接下无间地狱，这样哎。你不能破四缘界，但是这些我们都要具足。如果你要快速成佛，所以善积极所有戒律，无切漏戒。既然你发了愿，你就要圆满，不杂染戒，出过一切声闻缘觉清净洁白。所以不要为了个人，所以声闻缘觉是自利的，我个人解脱。但是你要圆满所有清净洁白戒运，运就是戒举，所有的戒律你都具足啊。三者善具忍辱，啊，要善巧方便具足所有忍辱，所以我每次都要讲，你要发愿，如果别人骂你就笑笑，这样啊，回向给他，你要先讲不要生气，啊，好不好？不然你就永远不成佛。你要快速成佛，还是要永远不成佛？啊，四者善具精进。那我想所有经典都要告诉我们如何精进波罗蜜，不管是读了那么多，没有精进放逸，不可能有人成佛了啊！所以啊，意思是说前面所说的你都要具足。五者善具禅定，所以除了安住自己的心断除烦恼，还懂得大悲无量承受众生的功，所有的禅定。六者善具殊胜的智慧，讲的就是空性的智慧。七者善具方便，所以我有发一本以前超日月明三昧经，包括文殊千波经，包括大日经，包括大般若经，事实上他们都在讲所有波罗蜜如何在空性里面去实践，所以要善巧具足方便波罗蜜行，所以十波罗蜜你都圆，不然你没办法成佛。八者善具诸愿，所以各位每次碰到一件事情你要发一个愿，碰到一个事情你要发一个愿啊，你将来才有这个大愿波罗蜜，有了方便才有大愿，有了大愿才有大力，有了大力才具足佛陀圆满的。所以九者善具诸力，所以各位要学大势至菩萨或是金刚手菩萨具足大力的因缘啊。十者善具正智，就是正等正觉，所以那各位要善积聚智。什么叫智？智是分别，慧是无分别，怎么插花，怎么念诵，怎么帮助别人，世间法如何成就，你没有办法在世间法做一个领导或是一个富贵者，你到佛法来也没用，只是具足以后又能够放下，把这个具足去帮助众生，这个叫智啊。所以佛陀教一切种子，没有他不懂的，没有他不具足的。所以以菩萨成就不共智，为什么叫不共？世间人所有的是为了得到，那佛法是为了空实践慈悲，叫不共世间的智慧，而能出过一切声闻缘觉之智，超越菩萨初地，
修行最好是要达到十地菩萨，像地藏王菩萨的智慧。所以那在十地菩萨的时候，你累积了广大的都是成佛的资粮，最后成就了这个智慧，补处就等着成佛了，可以成佛就等着成佛吧，啊，而进入补处。所以那各位当然你要看看十地经论啊，我说华严经啊，很多经典告诉我们，包括法华经，你怎么去具足？那从初地到九地，然后十地就是要实践了。所以菩萨若修如是十种法则，即能速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果。所以各位十波罗蜜一定要具足啊！但是前面所写的光一部经，你就事实上这一部除盖藏经，你去实修，你也保证成佛啊。那也不是很困难。那各位你就利用两天就把它给看完了。那看完以后，你就那个大本的除盖藏经，那你就知道怎么做啊。那你要去实践。好，来，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。各位很重要，你看了经典，你发愿要去实践，那这个功德已经具足了，这就是大乘的愿。虽然我们还没有成佛，但是我们发成佛的愿，那这个力量就可以帮助众生了啊！所以来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。悉发菩提心，这句话最重要。希望每个人看到你、想到你，都是愿意跟你一样，大家一起同发菩提心。那发了菩提心，最大的保障就是往生净土啊！来，尽此一报身，这个报是代表广修功德的种种的圆满的果报。然后呢，回向上品往生极乐世界，来同生极乐国，同生极乐国。同生极乐国。好，那希望大家每天拿出一两个钟头看看大乘经典，好不好啊？乃至你要一套跟我讲，我就送给你。但是如果你不读，你拉肚子，那肯定问到百啊那样啊。因为我们花了很多人物力啊，包括我花了很多，我们印经协会花很多钱，请那些知识分子。虽然我知道重点，我有时候画一画，然后就请他们帮我们整理成一个小册，了解吗？因为你给他大本的除盖藏经一炸的空气啊，哎，贴等于我这歪他当啊，受了菩萨戒不把梵网经看完，这个大太多人了，对不对啊？因为他就因为各位受了六众二十八亲戒，请问优婆塞戒经从头到尾有看过了？要去，大概都没去，波浪夸给嘛，这一点最可怜。所以我的师父说，你不把优婆塞戒经看完，不要去受菩萨戒。真的，这是个责任，而且我师父还讲解，所以我全部看完了，然后我知道从头到尾，而不是起中间那一段受戒品而已，是吧？然后，那你去受了菩萨戒，在家菩萨戒做好，才能够发起出家菩萨戒的功德。那师父要除了菩萨戒、放完经要看，要看瑜伽菩萨戒、四众戒啊，然后其他的都要去了解。我想这是个责任啊。那你愿意成为一个菩萨，要有这样的责任，那再把这个东西落实在日常生活，怎么对待整个社会？所以台南是台湾的重镇，台南也是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在台南开始发迹的多一点，成立了第一个协会叫中华印经协会，12月初8。那各位因为台南有这个知识吧，啊，有这种专注吧，但是希望。大家一起来参与好不好啊？他说我们参与是依法不依人，因为我们有经典的根据，以这个经典的根据，我们怎么样去落实菩萨行，自利利他啊，不是要做大做小，而是因为落实，那这样目的以发广斗心，目的最后成就佛果，这个比较重要。好，生命电视台的存在，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，让大众能够感受到。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，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：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亲近佛。
生。